没问题哈，其实还是要牢记哈，要牢记这个问题。一档到二档换挡的时候，竟然要把那个怎么说呢？离合器啊要松慢一点，先入清准确入档以后再松离合器，就防止打齿，不然离合器又打齿。但还有一个亮灯的 P 哈 ，lock 以后还有一个 P 啊，所以说就这样，就是说慢慢骑以后来增长经验吧。好的，拜拜，先聊到这里，我们上传一下视频看看效果怎么样，拜拜。